好几个出入口比较大。哦，这边停车位很多呀。哇，这是一个普洱红梨子，梨子酿的酒，好神奇啊！我特别喜欢吃他们瑞典的肉丸，以前从超市里面经常买回去，这种冷冻的肉丸，我觉得瑞典肉丸挺好吃的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、看不出来，还挺贵的嘞，一袋8欧啊！这个红色的更贵啊！刚才我看到的是两种颜色。这个是12斤，哦，看错了。还有什么呀？浓汤，4.5块。